孩子大声哭闹，真的好怕打疫苗。新北市新林国小 BNT 二剂开打，一大早就有爸妈赶紧带小朋友来打苗。根据校方统计，二剂接种率占了53.24%。后续这两天，我们就实施我们的一个线上课程，让孩子在家里可以休息130几位的一个小朋友。 是属于这三个月内确诊不能施打的。新北市儿童第二剂有10.7万人有意愿接种，即日起到7月8日入校施打，但国内规定儿童二剂间隔需4到8周。不过看看国外加拿大、澳洲至少要8周，也引起不少家长担心间隔4周太短，是否副作用更大。莫德纳有犹豫，那如果这次 BNT 就没有犹豫了。10万分之一的那个脑炎的一个问题嘛，哈，也有说越来越多的那个 MIS-C， 希望疫苗尽快把它给打完了。家长最担忧的就是儿童接种后副作用。根据统计，注射部位疼痛占80%到90%，会有30%到60%出现疲劳症状。另外，头痛的部分有30%到50%，而严重过敏反应或心肌炎在儿童部分非常罕见。不过，根据临床试验显示，第二剂副作用发生比率会高于第一剂。打的地方会红肿热痛。 那有些人就是会发烧、发冷。面对疫情，还有BA.4、BA.5的威胁，加上儿童染疫后重症案例频传，国内医师认为还是建议孩童尽快打第二剂，才能有足够保护力。这里请杨宗彦台北报道。 旺旺水真的它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，所以不用太过于紧张，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适用。在这个非常时期，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雾化器还有生成机都给它买起来。当然，在我的部分折扣码可以享有优惠啊。